Hello，大家好，现在是清晨5点了，我在法子寺这边看一下，哦，不一定在那边钓了，好，OK，待会见啦，拜拜。朱寮上游，这边整个被冲垮掉。地形都变了。Hello，那边是旧猪寮钓点了，最近又冲出一个新的提案，这边比较缓，很适合钓。好了，待会试试看。阿虎很会咬。跟长得好像。阿福满天下，蓝色。阿福太多了吧？
圆形啊。如果鱼开始吃尿一点的，我就调软一点，把它调软一点，不要调太糟。
大家好，我在法子溪啊，天气炎热，回家啦。今天有望无当了，好了，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